你不会知道我拿了什么东西出来，哇哦，变色龙，哦，奇特武器变色龙，这个，哇哦，突击步枪，这个是突击步枪，54，为什么伤害这么低啊？难道要洗吗？攻击头部30次可以获得20%的暴击概率和50%的暴击伤害，持续45秒。攻击躯干60次能获得80%的武器伤害，持续45秒。哇哦，60次，我得截图一下，我拿到了。40级的变色龙，对，惊了。我的天！但是他那个伤害好低啊，为什么？才54.7K，我另外一把 Famous，他它九，本身的白质就不高，然后奇特现在是随机数值。啊，好恶心啊！刚见到红，我还有点小激动呢。高兴了一下，哇，射速挺快的。弹道太散了，它是突击步枪，对，我看到了，我不看是到了。冲锋枪。它是冲锋枪这样子搞还说得过去，它是个这个突击我步枪的感觉加它成。像 Victor。对啊。挺好看的，40级的变色龙。